嗨，你们好，馒头妹妹，淡定的馒头妹妹。你们要坐火车？没有了，今天没有火车了，去看火车。看火车。酷哥戴眼镜在。你眼镜没戴起来，很酷啊！我看看，慢慢走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来啊！爸爸，爸爸，哥哥小心！爸爸，你的眼镜要记得拿啊！你在做吗？你在做吗？嗯哼，嘿嘿。你就放着它，就自己飞走了。我家，我家。有没有？它为什么不能开？这边已经没有在开了啊，火车没在开。它为什么不要买票？现在没有人卖了啊。为什么？以前有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干面了。今天礼拜。是那个是肉粽，那个很，那个有很深，那水很深呢。那如果不要开玩笑。那如果接下去怎么？我要想要去抓一只鱼。不要那么多鱼，我都不下去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买给他？啊？为什么买车车？哎，那是他的那个嘞。他的红包钱呢？他的红包钱呢？红包钱怎么是红包钱？没事。好，那没事。加五百块。对，有人在钓鱼哦。哎，不可以拍打窗户，先生小姐。小姐不可以拍打窗户，你是要讲几次？小姐听不懂中文。城堡哎。这个晚上有人那边偷钓鱼。干嘛？干嘛？那里有警察。那个钓鱼那里哪有警察住那里？
我打开了。今天我们介绍好冷哦，妈呀！爸比，我们要开同一台了。今天我们介绍这一台，不可以拍打招呼。先打开了，开箱哦。箱子不行。啊！有个包。啊！妹妹，你不会怕一下？哦、妹妹，你不会怕一下？哎，很乖啊，认真啊。怎么用啊？妈咪用，妈咪用，妈咪用。高修哦，所以你很怕，超高的。袋子有，不然等下拿出来可能掉出来。我看看。等一下。哦。为什么不能拿？是你的汽水声吗？我还以为是机器声呢。给你。12分钟500块。最高点吗？最高点了，这最高点了，要到要到了，整个要动好不好？妈妈动很恐怖哎，对，好慌张啊！怎么停车会很正常好不好？爸比，你看我拍到我开箱吗？这边是禁区，这晚上应该有怕。你看我拍到我那个吗？你看我拍到我开箱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会摇嘞。爸爸，你帮我拍到我开箱吗？有，爸爸帮你拍了呀。有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哥哥，你不要动我啦！哎呦，恐怖哦！哥哥，你动我会生气的哦。你动会摇哦，会摇很恐怖哦。等下掉下去哦，哥哥。后面都没人坐嘞。别玩那种鬼事啊！它有风在吹啦，所以摇很恐怖。还不会嘞，摩天轮还敢出哎！你们，这是我们的小房子，你在外面呢？哎呦，还要被人家发现了。喂，托米卡小汽车，博览会的限量，好的。买太超严重了。